继续开会。这节请李议员长生质询，时间45分钟。议员请。在位主席、康议长、陈市长，咱三位副市长，咱市府呢，所有的一级主管，咱议会都会同意，咱媒体呢，记者先生，大家好。本席的李重生，请多多指教。首先呢，本席呢要来反映的，就是即摆民众哦，会使讲上关心对咱市府、对政府上不满的代志，就是讲今年地价税的调整、地价税就对啦。咱的讲法是平均讲有调整呢32.52%，但是呢，真侪民众呢，发现呢，伊的地价税唔是调整这个数字尔，有调整到60%的，甚至呢，有几倍，有几倍就对了。啊，大家拢了解，咱高雄市这几冬来的景气无介好，百姓的生活嘛无介好嘞，所以呢，会使讲，市府呢。啊，佫想尽办法呢，要乌百姓落地的钱，这是非常不应该的。因为呢，失业率无改善，薪水也无增加，停车费变贵，这拢是民众的感受。咱市政府咧做咯，会使讲民怨四起就对，民怨四起吼。啊，所以呢，民众的感觉就是讲，咱市府是毋是要甲咱的负债？咱只有负债，上债大家拢知影。要甲咱的负债，要甲转借，予咱全市民来负担。所以咧，本席咧要伫遮吼，请问啊，请问咱地政局长，现在啊，民众哦，拢骂咱高雄市政府讲是白道啦。那是白道，你敢知？什么叫做白道？你知道吗？请你解释一下。请回答。谢谢主席，谢谢李议员的指教。我唔知啥物白的、黑的诶，迄个分野，我当知影讲哦，我们是要依法行政。我交代。安尼不是跟你讲啊，民众的感觉啦。但是讲白的咧，就是光天化日之下，当天白日就对啦，抢白蛇钱是白的啦。因为感觉就是政府哦，白的比黑的较恐怖啦，恶一几啊倍啦。啊，你也感受安怎？我们公务人员就是依法行政。啊，所以你即马地震，又在恁又在恁调整嘞，用完做安尼吼，啊调整进来了后嘞，就甲变成收。你敢知来感受安怎？迄话拢做讲了落来，财产呢有多吗？那唔敢卖呢？啊，地价是拿袂起，啊是要转做哪话啊？政府是要来照顾百姓呢，唔是要来糟蹋百姓呢，唔是要来凹人百姓呢？你即马讲调整30几%，大家都冻袂调啦。啊，即个话吼，调整到50-60%，甚至有几倍，有这个现象无？伊若讲地价税部分，也许伊有迄个累进税率啦。啊，我即摆要甲李议员报告，就是讲，我迄是公告地价的调整啦吼。因为过去原底观念内底遐一挂支持的部分，拢真低啊。你想要话250块调500块，啊，迄是啥物？伊迄就是讲农业区内底啊做工厂使用，啊，类似你若准是。农业区当然你就免交税，但是你若做其他使用，你像这你有超过，这就超过一倍，啊，但是伊这是。你先稍稍停一下，你讲到重点嘛，我请教你啊。合并了，大个建设拢是大个，拢是高雄市，草地哦根本都无建设到什么大个建设，那路甲阮做会平，安尼我来做阿弥陀佛啦。结果咧，草地本来就是无啥建设，无啥大个建设就无发展嘛。啊，无法得，你搁地价是搁调悬，搁害人增加百姓负担，你是咧做的吗？对不对？这不是政府应该做的做法啦。你若当司法，你卖本人去问，叫你的亲戚朋友、亲戚朋友来问看卖，问看即摆民众的反应是安怎？是毋是对恁地价做调整安尼？非常不满，问看卖好唔好？马家，你以往报告啦吼，就是讲。
即马自用主体加一般迄个低级的税率千分之十的这个部分哦，安尼加开是都已经达到97%的民众。我即马甲你，我无叫你答目者啦，本色、本色，请你吼、卡停啊！即顺了了，你叫你的亲人来甲问看麦，你的朋友问看，即马是毋是所有的民众，高雄市的民众对地价税的调整非常不满？啊，看几个不满，啊，几个感觉咧合理？希望讲吼，你一个月后一个资料话，安尼好唔好？不满的比例，甲满意的比例，好唔好？会使袂？请倒落一个，会使袂啦。甲议员报告，这个我来了解一下。啊，一个月啦，好唔好？是。一个月，一个月以后啦，你去探听听的，甲满意甲无满意的资料互分析啦，安尼会使袂？安尼有法度无？啊。这个样本的部分到底是多少？这款这你爱有什么款的？到底到什么样的一个样本？吼，这款这啊，你着平常时的民调的样本啊，对不对？平常时的民调的样本啊，无你着委托人去调查，委托民间的调查机构去调查。你家己原本啊，你若钱有啊，若讲无这条钱，无这条有什吼？你找本色下落，本色来出，好唔好？因为我调查的吼，你讲无公正性啦，你家己调查，你家了解啦，你是了地政局长啦。所以你要做这个工作啦，安尼好唔好？所以我来了解一下安尼。啊，来了解一下。一个月会使袂？这时间的部分哦，歹势我都无法当很明确甲你。我无甲你讲一工咧，无甲讲一礼拜咧。对啦，啊，即马就讲。一个月你讲。我甲李议员报告就讲，你这个到底做到什么款的迄个程度？你都一般的民调，都清华样本，各阶层的。生活样本，你做出来，看半半是偌大，你写侪啦，哈、啊，一个月啦。这件代志吼，是算作高雄市民哦整体的反应啦。啊，那市民要听咱陈市长的感觉啦，啊，以后要怎做啦？请陈市长你答复一下，谢谢。请市长回答。多谢李议员吼，就是讲今仔日咱的地价税是全台湾包括六都。咱高雄市的六都地价税的这个所有的比率，咱是排第四名，新北市第一名，其他的县市拢比咱较悬。啊，咱即摆是讲一般咱的房屋，咱家己住的房屋，也是一般的土地、农地，这拢无改变，增加甲去年比起来，增加一般房屋税的地价税增加394元。一般农地增加1094元，啊，即摆讲增加到32%，吼，这个部分，予人感觉增加真济，是政府投入去足大的公共建设，予这个地方土地重划，四周围的房地拢已经起价，吼，啊，这个部分伊才有起遐尼悬，遐尼悬是政府投入足济公共建设投资。啊，所以讲这款的方式，当然咱有人少数，这些人会感觉讲真无满意。啊，我会感觉迄三年检讨一摆，内政部要求咱所有地方政府爱检讨。啊，我嘛感觉讲这个检讨后边，我甲中央，我会感觉讲咱的地价税要起的时阵，是毋是中央爱对这个部分？会当，阮即摆是采取分期，但是后摆中央对这个问题是毋是会当讲，会一个搁较慎重，中央甲地方共同来讨论。如果讲景气真无好，吼，啊，即个少数因为咱政府投入去公共建设，啊，房地产起甲真悬者，伊可能还袂处理伊个房地产，所以伊个一方面会感觉真困难。等等，这个部分我拢讲啊，同齐拢爱同齐来考虑。从这个部分，吼，咱未来之外，就是爱会使互这个人分期。啊，这个人有的人，伊都这个伊的这个厝，就是伊家己伫住，啊，赶紧去改造伊的迄个家己自用的主体。等等，真济措施啊，我感觉拢要啊，是讲有特别的个案，特别困难。我都讲，伊这个所在，伊无法度处理伊这个土地，啊，我感觉，阮希望咱的所有财政局针对这个部分会上甲斗相共安尼。市长，你请坐。我咧讲吼，市长啊，你听到的吼，你所看到的是
下骹吼局处互你报告啦，你应该着爱多多吼听民间的意见啦，袂使干呐看讲局处互你的数字啦，迄民众袂接受啦。啊，尤其咧，咱伫六都内底啦，咱算作吼伫南部啦，算作算较无发展的所在啦，较无发展的所在啦，唔比人北部啦，吼。啊，北部要做歹，要让民众怨叹，要傲慢百姓，咱伫南部，咱无一定着爱按照安尼。因伫傲慢百姓啊，这是本身我伫一个，我伫一个建议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请市长吼、哦，你三思一下啦。第二条就是讲，这个核灾食品的问题，卫福部吼、哦、到今啊，也未讲吼有开放进口核灾食品啦，也未，拢也未有就对啦。但是咧，有媒体报道吼、哦，福岛灾区附近的食品哦，已经拢去卖。偷偷去台湾啊！伫去年三月，哈、哦，主要是就查获283件日本的入来伪造产地的核灾的食品啊，还未开放哦，就已经有入来哦，应该有入来哦。啊，所以咧，一直咧，即摆哦，佮一直拢有全家啦、吉野家啦、搜狗啦、星光班。新光山的啦，真侪厂商哦，拢已经发现这个问题啊，拢有这个问题啊，拢下架，去报纸有报吼，报纸有报。你甲想看卖啦，连大型的百货公司啦，啊，甲知名的连锁店啦，拢还袂开放，就出现着核灾食品啦。啊，即摆吼，咱民进党即阵的政府啦，阁要搁啊开放核灾食品啦，这看偌严重的代志啦。我感觉吼，咱闽东政府了，对咱蔡政府啦，应该好好想看卖。过去恁在野的时阵，在野的时阵是安怎反对这个核灾食品？讲这食了木肚是偌严重，会死人，会胃会结结损损。啊，即摆恁即种啊，都半当外，哈，都无要紧啦，都百姓健康无要紧啦，是毋是安尼？这款心态是足不应该的啦！这款心态是够不应该的。咱做人要用会信任，要用会认定，得爱心口合一，前后合一，袂使讲过去做一套，即摆做一套，这拢是唔对的，这拢是唔对的。民进党立委嘛反对吼、哦、核灾食品的进口啦，伊讲吼。目前咱台湾的技术根本都无法度用检测啦，这民进党的立委，吼、哦，民进党的立委林时分，这算较有良心的，这算较有良心的。伊虽然是民进党的立委，但是发现讲这核灾食品哦，对百姓哦会损害足大，所以讲袂使，袂使安尼做，是这算较有良心的啦。啊，学者嘛咧讲呢，学者嘛咧讲呢，核灾释放的核总多啦，足歹验的啦，足歹验的，所以啊。买哦好，就是哦，拢总哦，袂使互进口啦。啊，若别位哦，买哦死，咱卖管啦。咱高雄市顾好，咱高雄市家己顾好就好啦。所以我伫遮要请问咱卫生局，咱个卫生局长吼、哦，我请教你吼、哦，你是卫生局长，是人民的健康较重要，还是台语的帮教较重要？请你答复一下。请局长回答。好，谢谢主席，谢谢李议员。咱对迄个人民健康的部分，尤其是立委关心的这个核灾食品的部分，其实咱是用食品科学的态度去看吼。啊，这部分伫过去的咱所谓，即摆我要请教你是，你以为是咱的健康较重要，市民的健康较重要，还是跟咱顺便来报告说，咱伫过去所有的报告甲讨论内底，咱拢以食品科学的态度去看这项代志，那。这个问题要有意思，必须要有交集，但是目前并无任何一个公文还是消息告诉我说，好，你知影这，你知影这，所以我无法度去回答这个问题。你这款都无有责任嘛？百姓的健康上重要，只要你是高雄市的卫生局长，日本人有什么关系啊？日本过过去管台湾五十冬，对不对？也未晓读政治，也未晓读法律。对咱台湾做了什么工作？日本那边的灭度是恁灭安怎的？
咱家己上帝，咱家己顾好头。啊，你这个卫生局长，咱高雄市的市民的健康顾好头，爱有办法，通把好体市民的甲动开，袂使这款心态去。你唔知影哪来，我唔知影啦。但是这款心态吼，都无你顾市民的健康啦，那是唔对的啦。为着呢，要让洲际好彩食品流入花莲啊，傅昆池馆长吼，就宣誓啦，要严惩违规吼，绝不手软啦。啊，那叫市长，你身为是咱高雄市的市长吼，你有什么手段要来保护咱的健康啊？对好彩食品，你的见解，请你答复一下好无？请回答。多谢市长，啊，多谢你议员。到今为止，中央甲地方拢是一致。反对核灾食品进口，我们从来没有开放，我们没有开放核灾食品。啊，这边所以讲，你讲这个部分卫生局也好，市长嘛好，我们对核灾食品维护市民的健康是我们最高原则，我们从来没有改变呐。哦，啊，你现在你讲都假设。假设性的问题，希望印度冇讲。我这个不是假设，是咱高雄市要安怎定定以后，正确咱基本上讲。反对，即摆就是中央甲地方赶快反对核灾辐射的食品进口。啊，这当然是袂使进口啊！啊，这个立场足清楚，唔是讲一遍尔。啊，每一遍我是咱国民党议员、民进党的议员，所有答复我的答案拢赶快。好，只要你这个答复安尼会使，就是反对到底就对了啦。核灾食品袂使入来啦。啊，下面就是咱市府哦，就怪不应该啦。这个晋南公司就对了。晋南公司哦，也未核准啦，就偷偷啊台暗讲啦，这个动机哦非常可疑的啦。变作呢，有要偷排废水啊，都会用伊就对了。其他呢，这个新农场吼，这个连外排水设施吼，经过是大粪坑文化遗址啊，啊会破坏到五六千年吼的文化遗址啦，破坏到生态，破坏到文化遗址呢，既然即马市政府阁继续包庇吼，要还是抢啦，这两种的损失啊，可能吼会让咱执政者吼，会让背负吼后代子孙吼翻面啦。吼、哦，干咩罪名啦？这比性贪污较可恐怖对啦。最近阿联罗德的乡亲都在讲啦，如果市政府那个继续包庇哦，晋南公司就对啦吼，安尼破坏环境，啊破坏文化对啦，一定会得到报应。这是民众的心声啊。啊，这是咱晋南公司吼、哦，偷台暗讲啊，偷台暗讲，吼、哦。这是要做一个就对了，偷台暗讲啦，这讲下照规定无人要信啦，偷台暗讲的证据啦。晋南设厂呢，不但会排放有毒的废气啊，会当严重呢损害到居民的健康啦，啊，佮排放的废水呢，也会毒害附近的农田佮自然溪的水质啦。根据啦，晋南公司呢，亿万公司设置。商业园区吼的计划环境说明书的定稿本啦、啊，第八章啦、啊，环境保护对策啦、啊，甲替代方案87A啦、啊，伊就是讲，这个制定的废水处理设施吼、啊，是用专用的泵吼、啊，汇集到废水处理厂啦、啊，最后呢，甲由排放泵吼、啊，排到这个排放沟啦、啊，至西北污水放流口流出啦、啊。就是讲，遮污水了后，产生的制定的污水处理了后，按西北放流口流出来啦。啊，流出来了后，一水就是表示经过污水处理符合标准的废水啦。以下呢，就袂使去用暗讲，应该以全部民间哦来做啦。安尼哦，会当方便主要主管机关哦，甲全民监督啦，才会当确保呢排水、排放水的安全性啦。就是讲。你已经处理好，安放你搁出来啊，未使搁台暗讲啊。即摆台暗讲，就是咱要排这个处理好的水啊。安尼也搁处理好，你搁台暗讲，就是无拍算要处理好，吼、哦，无拍算要处理好，搁偷台暗讲。
这个方法哦，就不应该啦。啊，目前呢，伊时间的相片看来吼，电缆公司是要暗管吼，作为专用排放管啦。以过去的经验呢，埋设暗管无法度监督吼，最后拢变成吼头排废水的管道啦。这款的行为哦，是个足要不得的啦。啊，所以我伫遮要问咱水利局长吼，咱水利局蔡局长，阮就请教你吼，电缆公司。这两期暗讲是有合法申请无？请回答。谢谢主席，谢谢李远哈。正南公司当初在申请阮的排水计划哈，伊有哪有伫排水计划内面提到讲吼，伊工厂本身经过污水处理了后，一个排放管有两支哈，而且两支照内面的规定，爱尾啊最末端爱去排到阮的引擎排水。所以伊伫阮的排水计划内面有一个断面图，伊有画示意图，就是伊有要带这两支管。所以伫阮的排水断面有，但是因为议员那个地方只有反映讲，这两支管吼是毋是用民管啊？以后会当不是民管，民沟，民管嘛是管，管你直直管的，啥物人要看会到？是民沟，民沟，看会到的。无，伊即卖现有的这个排水吼，就是民沟啊啦。啊，即个阮有。配合到迄、那个这个部分未来的迄个环保单位的审查吼，阮有发文吼，这个正南公司啊，阮有甲伊讲未来这个讲先卖预卖，等到阮的环保局再审查了，看这个排放端要用什么款的方式，伊较来处理安尼。嘿，阮已经有发文吼，这个正南公司啊。啊，你叫伊讲好害无？讲因为即卖要停工的，阮是甲讲卖台暗讲啊安尼。请坐，请问咱那个环保局蔡局长吼，即个讲有甲恁申请合法无？请回答。谢谢主席哈，谢谢李议员哈。近伊目前阿未来环保局申请排放许可，所以伊近两期讲伊是伫外口的哈，伊伫外口的，伊并无目前并无来环保局做任何的申请。对啊，即马是伫外口的，所以伊废水处理了好了，就爱要搁按这件伊讲排出去，排出人体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安尼？是不是安尼？你若甲处理好啊，就是已经合法的水嘛，拢合规定的水，你得用民沟啊嘛，安尼唔卡会当全民要监督，还是讲恁主管机关要监督，对唔对？监督会得，应该安尼啊。你搁台暗偷台暗讲，你搁要暗讲咧，讲讲咧白，表示你就是有要偷白的意思啊，是不是啊？你讲咧，啥物人看会得？是不是安尼？所以是不是爱要求伊以后都已经处理好啊，要白就爱用民沟来白？是不是安尼？甲李员报告吼。要求安尼，会当个要求安尼袂？伊目前伫环评内底啦吼，是讲伊个最后伊个排放水是对西北侧即个放流口才排出来吼，吼对迄个所在出来，爱排落是即条沟。啊，阮临港伊来申请排放许可的时阵，阮会含水利局这边做一个讨论，伊排落即条是一个。狗啊，吼、哦，摆在这个所在。未使个台暗讲啊，对啦。嘿，未使。对啦，哈、哦。啊，这部分我来含水里叫来做一个讨论。就对话你讲啊，未使个台暗讲啊，台面狗，伊若处理水都合规定啊，较着去行面狗，你惊人听，看对不对？吼、哦。伊目前是。你着个要求咧就好啦，就像你讲咧要求，甲做面狗倒啊，互大家监督，好唔好？吼、哦，安尼你请坐。这个新年遗址哈。发现有大粪坑啦、啊，牛稠子文化啦、啊、吼，大粪坑文化、牛稠子文化，啊，佫有可能有迄个大湖文化啦、啊，所以是属一个吼、哦、多文化层的迄个遗址啦。啊，晋南公司呢，伫个环评时有承诺啦，涉及文化资产的处理部分吼、哦，将办理施工前的扩大视觉哈、哦、及施工中监测啦，保证吼、哦。无要向下深度超过1.5公尺的开发范围啦，但是晋南开发基地外的新的遗址吼，诶集中区吼，竟然呢，伊设计比较啦，啊，即摆挖的呢，佮挖到3米啦，伊有甲量过啊，挖到3米啦，完全无对，不管对文化遗址的破坏啦，非常的恶劣啦，所以我伫遮要请教吼，咱的即个文化局吼，文化局长，嘿，我请教你。这边的处分啊，这样，请局长回答。谢谢议长，谢谢议员哈。啊，改完报告哈，因为阮十一月接到通知的时阵，阮第一时间就先要求伊停工啦。
啊，因为伊即马只有一个状况，就是讲伊叫他叫疑似遗址，还不是有法定的这个文字身份。但对文化局立场来讲，阮对文化保存、文化资产一定是上重视啊，因为阮是文化局嘛吼。啊，所以针对这部分呢，上主要是讲阮即马的伊这个遗址伊的规个范围到底是偌大，即马阁无讲足确定的。所以阮即马伫申请106年中央的补助，爱透过。要透过咱专业的调查去确定规个范围。啊，对阮来讲吼，这是阮上重要的阶段嘛，对这文化保存。啊，真哩议员讲，伊当初在签这契约时阵有一个范围啦，不过伊当初在挖这管的时阵，不是伫当初伊承诺迄范围内底，所以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讲，就是依法行政的角度来讲。我即摆你若讲有契约，未使挖，啊，无契约的，再挖白挖就对啦。遗址恶咧，咱无要紧咧，对啦。即马完全袂当学白学，我们即马完全要求伊停工。即马，阮就开始咧做一挂调查的工课。啊，即马调查好咧，调查好，阮就有专业判断嘛。因为阮的委员，啊，调查好，伊有学到遗址，要怎处理？这一定要开发的呀，啊。还要等下开发的啦，吼。哎，你讲的吼，伊学到遗址，已经学足侪物件出来啊，啊，搁去继续伫遐学啦。应该让有咧看嘛。请专家去看过，目前是完全遐袂学到。他也无学到，啊，都拢迄脆皮，迄瓷器的脆皮都拢学到，他也无学到。我按请中研院的遗址的专家去，因为伊迄是伫目前啊吼，因为调查是爱三公尺以下，靠迄完整的遗址的。迄是无完整的，有脆皮啊，有脆皮都，唔是吗？学到，伊都学到足侪脆皮，拢捡起来，迄瓷器的脆皮啊。我甲伊完报告吼，因为当初规个调查吼，阮真正有请。就是还是尊重这个专业的一个判断啦。啊，你若真有学到吼，有，即马你啊外内底要求伊米半，外口嘛在要求伊米半呢，未使讲外口有遗址的所在点到较松呢。所以我甲议员报，即马就是停工，啊，阮即马开始进行一挂调查，搁写计划甲中央，阮希望可以扩大伊规个调查的范围啦，因为即马它到底范围多大？因为他以前是疑似遗址嘛，这一块一直还没有确定。安尼你请坐啦。那总讲，现在讲确定就会当开发了，对啦。迄，那个蔡局长吼，歹势，迄，那个环保局，因为吼，有真侪案吼，拢因违反规定吼，拢重启环评啦。这个案研究是毋是让重启环评啦？吼，啊，研究看卖啦，研究看卖啦。呀，研究看是让会当提，这个条件有法度让重启环评无啦？请局长回答。好，谢谢议长，谢谢李议员哈。伊，这个屋，这个1.9公尺是伫厂区，伊个厂区外啦。当时办环境影响评估是伊厂区内，吼，差不多伫个11公顷左右的这个范围，限制讲1.5公尺的一个挖深啦，吼。所以这个案的环境影响评估103年已经过啊，吼，已经有通过啊。所以目前，阮就依照伊目前的环说书的内容去做监督。所以暂时以目前来讲是没有说重启环评的这个的问题啦。这个议员这节报告。啊，你请坐嘿。迄，那个灾害准备金的问题吼，这也是用本身特级吼，拢在关心嘛。因为长寮吼灾害拢无做，足侪拢无做。高雄市政府动支灾害准备金做要点，第4条，灾害准备金的等级项目为。灾害救治、紧急抢险、抢修或复建工程啦，啊，不包括灾害之预防啦。恁只要要学白讨钱的局处啊，听一下啊。恁灾害预防唔能够讨啊，讨到大家拢，讨到大家灾害不是每间拢用了了，拢无钱啊。第5条，就是讲各机关执行灾害防救业务哦，应应实际需求啦，参考前3年度的办理灾害抢险。甲抢修工作的实际规模自行编列啦，啊，各机关来自行编列啊，那是防疫性来自行编列啊，吼，未使去乌白用灾害准备金啦，因为呢，灾害准备金拢一直无够就对啦。啊，现在发现到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讲各局处每年编列庞大预算，其中就有珍贵天然灾害的防救经费在内啦。如果救灾的设备的购置啦，还是讲头更新换旧啦，不应该来抢灾准备金啦吼。因为呢，
各局处呢，拢有白讨灾害准备金吼，啊，受到呢偏乡的所在吼，灾害准备金无够吼，即摆有一个例吼，就是讲民众吼无着生命危险的通行啦，迄就一个例啊。即就是呢，田寮区啊，田寮区七千吼，马通燕巢的第一位的道路啦，第一届在放下了后。我即马偌久啊，五六个月啊，还袂做啦。啊，即马吼要做这种个就袂当行嘛。啊，明是讲看下咱个做便当个袂啦。结果呢，讲无钱啦，讲在准备金用了啊，无钱通做便当啦。我感觉吼是个足不应该个啦。在准备金较早拢起付拢编六亿外尔呢，是本身个征收啦，征收即马征收个有剩个一趴12亿外呢，还佫开无够，就是拢乌白开啊。啊，所以偏乡吼，会农路做无法通做啦，啊，本末倒置啦，真正有影个，足离谱个啦。啊，所以我伫遮要请问咱财政局吼，要啊，咱个主计处啊，主计处长啊，像财政局个部分呐、啊，登革热疫情升高，未免危及人民生命安全，车辆老旧不堪使用之建设啦。啊，水利局个部分就是登革热疫情升高，未免危及人民生命安全，以水沟盖。加做不锈钢网啦，消灭内资源、内生源啦，这拢是灾害的预防啦。为什么人用灾害准备金呢？请答复一下。请回答。跟议员报告啊，我想灾害准备金哦，当然不能用在灾害的预防，这个法令上有明文的规定。我想各机关在动用灾害准备金，一定也都注意到这个点。那刚刚您所提到的财政局的，是因为整个登革热的病媒蚊都已经发生了，灾害已经发生，所以他们去动用清理这个部分哈。那在养工处的部分，其实当然我们灾害发生的时候，第一个我们会叫他先用他们自己编列的经费，他们那个路宿这个部分，其实它是有点像开口契约的性质。灾害发生的时候，路宿倒塌的时候，他们马上要去抢修，那个要去抢修的部分，这个也是灾害发生以后再用的。那个警察局的部分，其实在灾害准备金里面也有规定，就是说他可以使用的项目，这个是部分是容许的哈。这种灾害是应该买吗？这种属性的买开吧，没有，因为整个灾害一直持续在发生，对，去年的灾害一直延续到今年整个跨冬，所以其实他们是符合灾害的。我请教你啦，即马是毋是12亿外，加上是讲编6亿外尔？即马12亿外佫用无够，啊，若少加再6亿外，你要怎处理？所以。管制要严，唔是灾害，唔能开啊！唔是灾害，爱用一般有剩来开，唔能用开灾害准备金啊，好唔好？对，我们都会按照这个。爱特别注意啦！即马百姓是叫苦连天啦，大家万言肃气啦！啊，你请坐啦。这个捷运延伸的问题吼，这是伫因为到陆地到乌来嘛，这是本身的选区吼。会使讲大家拢做关心的问题，啊，本色呢，每一个会期也拢有提出啦。啊，过去十几年前，本来当啊提出的时阵是要到罗德啦，啊，是迄阵王金平院长吼，伊罗德人，啊，真侪乌来乡亲都甲反映，所以伊甲争取到罗德啦，不到乌来啦，所以我到乌来啦。啊，即摆报纸咧报讲已经罗线协定啊，吼、哦，罗线已经协定啊，罗线协定了后，是毋是接下到规划？设计发包是不是就只个定数啦？啊，差不多做到学会好，是不是干得好啦？亲爱的捷运局长哈，现在到我这里，请局长回答。感谢李长，感谢李议员哦。那但迄个冈山路水延伸线哈，总共有分两阶段哦。第一阶段的部分是咱是到工山站，那第二阶段的部分哦，咱该延伸到迄个湖内的部分哦，大湖站哦。那第一阶段的部分吼，咱这站的部分目前，迄个可行性轨综合规划嘛，及迄个国发会已经拢通过啊吼，啊所以综合规划轨了来，咱来开始办迄个基本设计，基本设计部分咱来经过。无，只要我讲听，你讲当时的完成大概，因为时间全部改济啊，大概当时完成。那照咱过去的迄个工程的进度，甲中央核定的吼，因为咱拢爱去经过迄个中央核定。我拄好听你讲当时啊。中央核定的部分吼。咱那是照过去的经验，就是拢爱到1807年开工，啊1809年
完工吼，这是一阶的部分，第一阶段。啊，第二阶段的部分是，咱是1908年综合规划，迄、那个中央协定，啊，1812年开工，啊，1816年迄、那个通车吼，完工通车。唔过吼，这几个起程吼，是过较过去的经验啦。你的意思讲1816年就会当通车对，搁10档啦对啦。这是过较过去的经验，因为中央协定内底拢爱占一半的时间以上，啊，咱。根据这届吼，咱迄个综合规划报一阶报迄个中央，甲咱的迄个这届报中央的时候，其实中央的时间，我恁别讲遐济啦，是十档，你预算十档就会当通车就对啦，你的预算预计就对啦。是叫过去啦，啊，咱今嘛吼，因为中央政府吼，好啦，卖讲遐啦，百姓要知影当时要通车就好啦，十档后对唔对？阮今嘛目标吼，要去改缩短，要缩短偌久？足底吼，即马来迄、那个即、這个过程内底，当然爱中央政府的协定吼，啊，对中央政府的协定。讲咱要做的，差不多偌久安尼啦，唔通讲中央政府啦。你差不多偌久会当，恁差不多甲百姓答复一下安尼啦。我的基层就是讲，咱照过去的经验是安尼吼，啊，咱即马咱会去迄个集中精神。好，你坐啦，你讲未出一个结果出来，对不对？你想想安怎讲啊？过去的十档啊，你得讲要甲缩短到七档、诶九档、诶八档落啊，你要讲到规大堆，你讲毋是咧废话，对毋对？这个监视器的问题吼，会使讲是即卖维护治安吼重要的设施啦，真济重大刑案吼，社区的窃案啦，还是交通事责任吼的厘清吼，拢是靠监视器来发挥功能啦，保障了民众的权益啦。但是这几档来，咱高雄市政府吼。对监视器一直拢无介重视就对啦，所以真侪用怎啊用呢？向警察单位咧申请调个监视器的影像吼，唔是无摄，就是机器歹吼，无影像啦。所以民众吼，感觉足懊恼啦。为着要维持自身的权益吼，是毋是讲咱高雄市政府吼爱加编寡经费吼来做这个工作啦？啊，本身吼，首先要问咱警察局吼，咱的陈局长吼，警察局长。不是请教你，监视器对治安的破案率，啊，甲对交通的厘清有重要无？当然是真重要，市府嘛真重视，阮警方嘛真重视。我重视都唔是用嘴讲的啊，啊，我请教你。毕竟伊是过去会歹去，唔是袂歹去，好，所以歹得爱修理。本身问你，甲请你讲话啦，好唔好？好，谢谢。今年度啊，对啦，维修的部分变了偌济？今年度3000万，每年3700万。迄个维修的部分是啊，这个新设的部分呢？新设部分按有太旧换新的，就是旧的已经超过。啊，今年变偌济？650万。650万，啊，明年呢？每年嘛维持650万。啊，今年650万有够无？啊，今年应该啊，家己员报告，这是爱为整体来看，唔是够够无够。俺有爱汰换的，俺嘛有认为过去有变故过无整着的。吼、哦，啊，这部分我每年开始要用租赁的，用租的，搞无变着的，吼、哦，要做的，啊，歹的，这做一个先初步来做一个租赁的，俺就买个变这个卫生啊。讲租就好啊，不用租就对啦。对，因为台北市目前嘛安尼在做啦。对，啊，所以你加这个加这个方向来。即卖不管是要用租的，要用实的啦，就是要铺设啦，啊，维持力吼，这个维持良率吼，爱达到吼相关的啦。你唔通讲有装，啊去调派，还是讲重要所在无装，啊，所以吼，这种代志吼，变作民众吼，会使用足关心啦，啊，请你吼，伊那甲市府的相关单位吼。啊，争取较侪经费来先啦，安尼好唔好？啊，家己阮报告，那这无问题，因为即届份吼，市钓阁当个100万，阁500万，予阮来维修，好啊，所以市府拢真支持，即点我家己阮。好，你请坐啦。诶，迄个市长啊，因为即个监视器的问题，真侪乡亲拢咧反映吼，啊，请你吼重视一下，吼，请你重视一下，吓，好，好唔好？啊，是毋是你有啥物对策要来做这个工作？诶，多谢我。真认同李议员所讲，如果对治安有帮助，啊，市政府伫这个部分，就一定要加强。
啊，即摆咱的规个警察局都是讲，无一定，逐项咱的市政府去买这机械，会当即摆民间有足侪用租的，咱有这个租的维修，咱迄租赁公司伊都爱承担。啊，所以咱市政府会当伫这个部分用较进步的做法，啊，来维持咱高雄的治安，吼啊，会当讲更加，也是讲这个部分需要增加经费，伫租赁公司这个部分，啊，市政府拢会支持。因为民众，你著知影，你这治安足足重要的物件吼，民众啊，足迫切需求了，对啦，足迫切需求了。吼，我会感觉讲。有特别基于治安因的专业上，认为搭一个所在需要增加。啊，你若无钱，免讲啊，无钱就决定做无工过，我再加编过。伊也增加，伊也需要增加。市政府对警察局、消防局的预算，毋捌抬一角面。安尼哦，好好，小姐。迄、那个局长啊，你有听到吼？警察局甲消防局的预算毋捌抬一角面，所以恁若提出预算，市长就会答应。啊，希望讲，因为即普遍，尤其即个风台。洪台发展上严重，吼、哦！洪台发展上严重，请你吼、哦、加个变卦，啊，加个变卦，唔通无搞到你，等下你措手不及，吼、哦！啊，即摆后壁吼，迄、那个因为时间吼、哦，剩四分钟尔吼、哦，有几条啊，我请市府特别重视一下，就是家庭即个光和山之一吼、哦，公园办理的情形吼、哦，因为即开票三分之一啊，三分之内用。啊，过来就是即个海岸吼，家庭海岸三期安置啦，安置会较紧的，因为你若准无安置刚做嘞吼，刚做嘞了，大家无饭通食吼，这大家足痛苦的。啊，复兴路已经有滴有讲要扩宽啊，结果也无看到咧动工吼，本身已经大家会记我跟你讲吼，也无看到咧动工啦。啊，即、這个过十日吼有咧动工啊，但是动工了后，坎坎结结吼，即摆尤其上下班吼，尤其上下班变做讲，拢种迄个。交通很频繁哦，民众感觉足不方便，是毋是咱请市府吼、哦，请市府速度较紧的吼、哦？啊，家庭一直是吼、哦，家庭一直是，这是家庭人吼、哦、共同的心声。我希望讲外口人唔能干涉上济，唔能干涉上济吼。这一直是足重要的，这对地方的发展、地方的交通吼、哦、非常重要的吼、哦。我伫遮呼吁吼，唔捌的人吼、哦，卖家己迄落家重理论吼、哦，实际无了解吼，胡白讲吼，这是本身的意见吼。哦啊，搁一个野狗的问题吼，政界本身政界也有提出啦。啊，结果讲要设五个点要掠，讲会较好，结果嘛是无改善，嘛是真侪民众咧反映讲无改善。啊，乌东乌来区吼，即、這个东丰路咧连接科学区这条道路吼，因啊到时将是进电安怎吼，拢唔知影吼，这条嘛真重要。啊，即、這个家庭嘛反映讲即个盐埕吼，爱变做即个机关用地吼。啊，甲多功能文化中心哦，即件那拜托咱市府吼，互本省一个答复吼，即种书面顶管即种，我一个书面吼。啊，佮落地性地点，本省也建议几下摆啊，啊变做呢，啊有讲伫检讨，啊毋知检讨真诶检讨假，迄块无偌济钱，啊规条路也袂当入去吼，啊佮呢消防车也袂当入去，啊庙要出去嘛好啦，啊附近诶居民要出去嘛好啦，非常无方便了，对啦。即件会使讲，希望讲市长会当关心一下吼，会当关心一下吼。市长对这件了解无？是毋是市长答复一下？即件你敢有了解？请市长答复。圣地殿迄甲大社路这吼573项，伊总经费差不多要2400几万啦。啊，佮这个部分吼，啊，我会过来甲我的干部团队吼，当然安全的问题真要紧。啊！伫这个部分是毋是有啥物会当讲2000？毋是讲一撮钱吼，哦，2000差不多爱500万以上。啊，我感觉我赶紧，因为咱伫过去吼，咱的真济所在哦，即款的道路足济吼，啊，我的感觉吼，啊，咱嘛开辟足济，啊，有的所在啊，即摆还袂做无够。啊，同我感觉咱。会甲干部团队，也是安全的问题，我安全的问题，拢爱优先来处理。吼，啊，我会甲干部团队吼过来讨论。感谢你啦，啊，希望讲你直接派你的专人哦，你了解啊，直接说有需要的啦，甲了解看卖啦，啊，若有需要，甲拜托一下啦，系啦，吼，甲拜托一下。啊，过来就是第16号，这个路口交流道吼，接台19线的工程吼，
马接吼，古边做好啊，啊，搁往东马下恁吼，在十九线还袂好就对啦吼。啊，过来就是田寮、高山到吼，捷运起始的部分吼，变作讲希望讲咱市府咱会当重视一下，因为这条我那反映几下遍啦，啊，民众不是你讲，因为经过遐吼上矮啦，啊，若搁落一个雨，就拢淹水淹甲啦，淹甲足歹行的啦。啊，所以啊，里长也好啦，里面也好啦，大家吼，拢讲希望讲咱市府吼会当吼深深连锁啦，吼深深连锁。予因有一个好行好行的路啦，尤其啦暗时啊吼，若去饮水啊，有时啊拢，因讲个讲骑车来拢。请各位局处首长针对李议员的部分用书面的答复。上午的议程到此结束，下午三点继续开会。